除了亲情、爱情之外，还有一种情，就是可以选择性的嘛，就是友情。我觉得我这个人的友情的运好像还蛮好的，就是当然相对就是我的朋友，他的友情运可能没我那么好，不认识。哎，把他想拖出去。就是呢，我觉得我一路以来交到的朋友都是我的贵人，就是他们都让我，就是都很包容我啦，可是也会让我看到说，哦，原来我自己真的有哪一些的缺点，比如说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独立呀，然后也是比较自我为中心啊，各种。但是我的朋友们真的都很棒，一路以来从我念书的时候，都会有一两位很好的姐妹这样。那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呢，我发现友情这件事情会有一点点改变，是说，也许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，反而有时候对朋友不见得会讲真话，就是有时候会有点保留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身边还有那种会讲真话的朋友，因为真话有时候可能他很刺耳，他可能不那么好听，他可能你自尊心会受损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会讲真话，会告诉你会讲的人，那些人真的都是值得珍惜的朋友，就这点是很重要，因为这样的话，那个朋友就会是你的明镜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所以我常常都觉得自己脸很小，可能是常常 EBA 啦，啊，自己很正啊。但是他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就是让我知道，让我很放心，知道说啊，那我就尽量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反正不会走偏，因为真的走太偏，他们也会跟我讲。会啊，那现在没有走太偏吗？还算是正常的轨道，对吗？像 EBA 就走太偏了，没有吗？就是我觉得友情这件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也希望未来，如果你今天你知道你身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那朋友其实也像谈恋爱一样，有时候就是会有点摩擦。但如果你认为那个朋友是值得珍惜的，你要不顾一切的去把他抓住，抓紧紧，好吗？好，好，好。那接下来这个歌呢，是要送给我的好朋友啊，因为他们平凡的可以。其实是送给我自己的啦，就是因为我觉得对我的朋友也，我真的很谢谢他们，因为我真的就是很平凡可以的那个人，但是他们出现在我的生命里面，让我的生命变得很不平凡。接下来就要唱这首。